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专访一位哦。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离这个年底的选战哦越来越近了，九合一的大选，11月26号投票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当然呢，在这一段期间之内哦，其实有不少的一个新人来参选，那也获得了很多很多人的一个瞩目。那今天要为大家访问到的这一位，其实是在新北市的土树三鹰区哦，可以说是一个黑马。但是呢，他的出现哦，也造成了地方上许多候选人的一个担心啦，怕他成为这个最强的一个吸票机。那这位人物呢，其实在地方上来讲，先谈谈我跟他的渊源好了。其实呢，跟他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熟悉的。那这一位呢，也算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个弟弟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欢迎我们的新北市议员候选人卓冠廷，冠廷好，金华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来聊一聊好了。其实跟家里的这个渊源对大家其实都蛮熟悉的。爸爸其实以前也当过我们的这个政民代表，甚至当了这个副主席，对不对？那妈妈呢，其实也参选过我们莺歌镇的一个镇长，所以对于选举来讲，这件事情你应该不陌生，毕竟也是算是世家吧，政治世家吧。怎么来看说参选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公众事务就好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啊。小时候说真的，说政治世家有点太超过，那个是非常基层的民代是，就是有人说那种爸爸妈妈是什么县长啊、总统啊、院长啊，那个如果以前九品来的官员来讲，人家可能一品、二品、大员。我们应该如果讲官员或者是民意代表，我们是在门口守城门的，那开玩笑讲。但是太客气。但是我觉得服务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小时候父亲在当政民代表，那我母亲以前也在社区发展协会当过理事长，也在陶瓷发展协过当过理事长。那所以就是从小就看他们在服务民众，那以前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就觉得说好像要跟很多人互动，那有人有问题就会来找他们。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想法，其实在心中，在小时候成长过程中不陌生。那其实是到了长大之后，一开始我比较对媒体有兴趣。是，我虽然当时填的是公共行政系，但是其实我在大学期间修了很多传播学院的课，在政治大学。那毕业之后，我一开始在天下杂志当广告业务，后来去自由时报当记者。那我觉得人生就很巧妙，就是在这媒体的领域工作了大概3年的时间，结果一个缘分，当时林佳龙选上立法委员，是他的国会。想要找一个有媒体经验，可是希望可以重新学、重新历练的一个年轻人。那当时我就到他的立法院国会办公室去当国会助理。那在国会助理的期间，就是包含怎么学法案，然后怎么学协调，然后怎么学这一些所有的立法院的运作。那所以人生就这样子哦。小时候在一个算是基层的民代的家中长大，那长大了之后有机会，后来也从媒体然后转为到了政治领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起头啦。那后来当然等观众朋友比较熟悉的就是我到台中当新闻局长，是那在交通部历练等等，今年会回来故乡宣布参选，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我就永远记得一个政治前辈跟我讲过的话，他说卓冠廷，如果你有机会有历练，可是人生还在年轻的阶段，如果可以把自己的所见所学所有可以奉献给故乡，我觉得这是会是人生值得珍惜的事情。我一开始听不懂这一位前辈在讲什么，但是当我自己下定决心决定回到故乡参选之后，我终于搞懂了，就是那种你有经验可是你还有体力也还有精力要去拼的状况底下，故乡的一草一木每一个人，其实他会给你的反应是最直接的，你会知道说如果你有机会当选，你可以为故乡做很多的事情，那包含说回到故乡去在这个选举开跑到现在其实400多天，那个每一个人民对你的期待跟希望故乡更好的一个反应跟回馈，我觉得是很珍惜的。所以跑到现在其实选举的最后阶段，那有机会谢谢金花姐让我这样子也梳理一下，对，我原来我这样子参选的过程
是过去这几十年的一些累积、嗯、那真的现在迈向最后一步。嗯，是，那当然您想说就是回故乡来做奉献，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因为毕竟你可能成年之后在外面工作求学，甚至到台中来去做服务，后来呢也在台中娶了现在的老婆慈庸嘛， 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很多的时间你应该都是在外地、嗯、但是现在回来会不会觉得说哎，故乡其实跟你距离还是有点远，而且假设说你在当时在台中我们服务的这么好，为什么没有想说哎，是不是就跟在台中跟慈庸一起来为台中的市民来服务？其实两个点哦，第一个就是说会对莺歌土城树林三峡会不会很陌生，是，其实完全不会，因为其实我虽然以前在台中服务或者在台北念书、嗯、可是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土树三莺，对，尤其在莺歌，所以我几乎每一两个礼拜都会回家一次、嗯、哼，所以整个故乡的建设哪里做得好哪里没做好、嗯、其实我是都看得很清楚、嗯、那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一点少小离家老大回的状况，就是说一开始会觉得说哎，大家是不是对你有点陌生，我觉得那个陌生的点是在于说很多人对我在台中的服务很有印象、嗯、那但是当我跑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其实大家对我是熟悉的了、嗯、而且这个熟悉是在于说他们会告诉我说其实大家经过互动哎，经过重新的唤起这个记忆，不会认为我是外地人，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北市民嘛、嗯嗯、是，只是他们就讲了一句话，他们觉得我之前在台中做的很出色、嗯、所以会觉得有一些不了解我的成长脉络的朋友会觉得说我好像是台中人、嗯、对，我是台中人，我是台中女婿，但是我是新北市民，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北市民。那建华姐你刚才问的问题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不选在台中服务、嗯、我觉得一个人很重要的事情是你要重视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跟人家是如何帮忙你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过去我有机会在台中服务四年的时间，尤其跟在市长身边，那这四年的时间其实每一个选区，就像就讲很具体的选议员好了，每一个选区都有党籍帮助过我的议员、嗯、每一个选区都有。我如果选择在台中选举会产生的结果是，过去每一个担任林佳龙在担任市长的团队里面的人，或者是我太太选立委的时候帮忙我们的人，我现在转眼变成竞争对手，是，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我觉得更重要，我要选一个选区去服务去奉献，我可以选择在台中，我也可以选择在台湾任何县市、嗯、可是我也可以选择回我的故乡、嗯、那我觉得我的故乡当然有很多议员已经服务、哎、很多年他们也做得不错，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有点使命感，是还是有我认为我可以到议会中做得更好的地方、嗯嗯、所以这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是我把我人生过去十年的经验我回到我的故乡来奉献、嗯、那故乡可不可以接受我，可不可以给我机会，我觉得就要看十一月二十六号的投票。是，如果金华姐刚才讲的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你在外地选就好了你干嘛回来、嗯、这样子的声音是胜过哇卓冠霖是一个优秀人才，你愿意回到故乡服务，我们愿意给你机会，这是两股力量在拉扯哦。嗯，那这两个力量会决定我最后可不可以胜出。嗯，我觉得就是交给市民来决定。嗯哼，是。那再来谈到就是说哈，其实回到莺歌来，我们知道说莺歌目前的这个状况，包含了你，好，包含了这个苏鸿青，包含了这个吕家凯、嗯，其实都是在地的。欧金水，是是是，也是，等于是光是莺歌就有四位，那当然三位是比较年轻，而且年龄相是比较相近一点的。哎、欸，可是莺歌的区这么小。所以你的一出现的确是造成大家的一个怎么讲，包含同党的其实对你来对你都是个威胁，都把你视为最大的一个威胁，你怎么看？其实土树三莺是一个大选区，它大到什么程度，金华姐，如果我们从台湾的行政区来看、哦嗯、土树三莺62万人口，它是全台湾最大的议员选区、嗯、以人口来讲最大哦，人口最多，如果它变成一个县市的层级的人口数，它是全台湾第十大县市、嗯、只输六都、嗯、彰化加那个云林屏东，我们是第十大县市、嗯、以人口数来讲，所以这个选区非常的特别，是人口多复杂性也高。那我们这个选区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蓝绿的比例其实差不多、嗯、差不多，就是说你看现阶段状况是国民党四席、嗯、民进党四席，无党籍的两席，所以它也不是一个人家讲说极端绿或极端蓝的选区，它是常常大选的时候立委一次来哦，两个都民进党、嗯、有时候两个都国民党，都有这种情形发生。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它是多席次的选区，它是全国最大的选区、嗯、也是新北市席次最多的选区，所以我会觉得是
良性。嗯，这个良性的不只是竞争，也是合作。其实对我来讲，你刚才提到了两位，苏鸿青或吕家凯，是我故乡的。说真的，一位是学长，一位是学弟。苏鸿青是我英歌国小的学长，吕家凯是我英歌国小的学弟。尤其以吕家凯来讲，我们现在每次场合遇到啊，都会很好玩，就是。我就说，哎、欸，家凯，你等一下一定要帮侯友宜讲话。我知道，我也帮林佳龙讲话。但无论如何，我们两个都一定都要努力，都要合作。对，为什么会这样说？嗯，像吕家凯小时候是我们在安亲班补习啊，他坐我隔壁，小我三岁。然后我的爸爸妈妈跟他爸爸妈妈都很熟，很熟，就是都是从小，因为英哥很小，所以我是跟他碰啊。那侯青是我们的学长，这个整个大家的关系其实。跟外界大家会认为说政治你们是不是已经剑拔弩张？对，其实没有，就是我对我来讲，其实是土树三鹰这个大选区，如果年轻的世代、年轻的这一些想要为公众事务奉献的，我们都能够当选，会对我们的故乡一定更好。那我们当然还是不可讳言要去分说，好，那如果土城树林三峡鹰歌出身的议员会怎么样来分？其实对我卓安宁来讲，我不会这样子分，土城树林三峡鹰歌我都要服务。可是现阶段有一个状况是。如果讲三峡跟鹰歌出生的明代，真的席次少了点。如果你以选区来看，是土城23万人，树林18万人，三峡11万人，鹰歌接近9万人。可是鹰歌加三峡现在此时此刻只有1席议员，以人口比例来讲，我就算去跟土城的里长讲，树林里长讲，他们也都认同，就是说，哎、欸，以三峡加鹰歌来说，我们没有像树林4席，也应该要多个1-2席吧。那以过去历史来讲，以鹰歌出生的明代，曾经最多有到过3席，也很长时间有2席，所以我真的很认为说，其实这也不用分什么土城、树林、三峡、鹰歌。我自己对我来讲，土城也有支持者，树林也有支持，三峡也有，鹰歌我再提更有。那我们能够让席次增加，让优秀的年轻人能够服务，能够多，所以我比较不会去觉得反而变成竞争这件事。这第一点，第二点是。我现阶段确实面临到一个危机，就是啊、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大家把我视为是家降第一，是那或者有些人说是吸票机，可是这造成了我的一个很大的压力跟危机，就是说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好像可以分票，那好像说卓冠廷的票很够了，可以分给别人，但是对我来讲，其实选举是一个民主的运动，是一个民主的嘉年华，我觉得大家不一定你支持谁你就支持谁。可是不要因为各种原因变成说你本来支持的对象，变成改了去支持别人。我觉得你坚定支持你所相信的对象，像以鸣哥来讲，你认为苏鸿青做得很好的，持续支持他，坚定支持他。你认为国民党的哦侯友宜子弟兵吕家凯很好，你坚定支持他。可是你认为卓冠廷可以带来新的选择、新的改变的力量、新的监督的力量，无论市长是谁，你相信卓冠廷会做好监督。也绝对不要分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民主，那我后来我发现最近这段时间这样在地方讲，哎、欸，洪青议员也很开心，嘉凯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因为对我们来说，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你去沟通你的支持者，坚定支持，然后让我们年轻世代都有机会可以服务，我觉得这位地方是最好的，是，可是你照你这样刚刚讲，毕竟你们三个是不同党派，因为 投他的可能你们是三个不一样的，对，但是其实会分票应该都是自己人吧，对不对？然后大家很多的选民他们就真的很可爱，对，他们都觉得哦，我觉得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然后他们自己去分，那应该是组织才有可能的。我觉得是刚才金华讲哦，这超内行的，今天我们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真的超权威的分析，就是说。因为对你没有错，鹰歌出身的位于我们三位来讲，因为政治属性比较不同，对，一位无党籍，一位国民党，一位民进党。那以这种市长跟着议员一起选来讲话，大家会各自归队，是对。那可是以同党来讲，一定有竞争，所以竞争，我觉得这是民进党的好处。我们民进党这一次有所谓的初选，那国民党没有，所以经过初选，其实我们的支持者已经经过了第一次的选择了。第一次的初选，你看、哦、我们本来有7个候选人，筛到剩下6个候选人。那这6个候选人，我们在初选的过程当中已经打过一次，说比赛也好，说竞争也好，或竞争之后的合作也好。那这6位候选人其实都是一时之选。你问的是现任的廖宜坤、李明仁，非常优秀。那我们新人包含要接棒的彭毅书、高乃云，
以及我们希望可以争取服务的卓冠廷，或者是上次差一点点就当选的曾敬义，其实六个都是一时之选。那我们既然愿意遵守党的规定去参与初选，认同要选六席这件事情，目标当然就是我们相信党的规划，六席可以全上。那六席全上状况下，现在其实就是打团体赛。你看哦，我们 前一阵子林佳龙他在市长候选人，他在因为隔离确诊，由吴其明跟陈柏惟代表他在土城进行车扫，我们是六名候选人一起跟他进行车扫。那我们相信只要盘做大，六个候选人是有机会全上的。所以如果说有任何在党内的人变成是说我们互相在竞争，其实这就比较不是看大局。大局是如果林佳龙选票可以冲高，我们议员的选票可以变多，那我们现在的四席成长到六席最好，如果不能成长到六席，成长到五席也是进步，那我们就有机会可以大家都能够获胜。那对我来讲，其实是一开始大家会说哦，卓冠廷你好像民调很高，可是其实说真的，经过了过去这段时间大家的操兵，其实现在大家不会这样讲，因为大家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那我们大家的民调其实都很接近，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后大家让我们的席次可以增加，那把这个竞争转为合作，我觉得才会让我们的选民感动。是，那我们再回过来谈哦，毕竟以前是幕僚出身，那也当过这个新闻局长，但是现在的身份是换过来，是民意代表的身份。当时在新闻局，可能你掌握有这个资源，可是未来在这个议员的部分，你可能只是一个民意的代表，你只能为市民来发声，只有这样的一个建议权。你觉得你会怎么样来去监督之后的政府？我觉得角色的转换很重要，但是也因为这个角色的转换，让我有更好的底气跟经验。我知道怎么监督政府。以前新闻局的预算我编列，是我们在议会会跟议员有攻防，我们针对预算各局处编列，好或不好，对或不对。我是新闻局长，我当时又兼任市府发言人，所以各局处的政务我都有参与。那现在人生这样子，有个机会，我可以把这些机会来监督政府。我可以做到很多我认为没有这些经历的民意代表，我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比方说，我该怎么监督？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我们上任之后要处理的，当然除了预算以外，当然就是监督很多政府的缺失嘛。那因为我当过政务官，我知道说，我举预算来讲，我知道他预算藏在哪里。在哪里？对，我知道。我就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像卫生局，我就卖个关子。比方卫生局前阵子采购了一些疫苗，不是 COVID-19 疫苗，是我们一般民众要打的疫苗。可能我就会知道说，其他县市买的是哪一种，那我们卫生局买的是哪一种，那这一种有没有人谋不张，或者是效果比较差，还是说价格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这些事情我会知道，别人不一定会知道，但这件事情议会咨询就精彩了嘛，我会讲出其他县市买的什么，新北市卫生局买的什么，这个大家就可以来政策的辩论，然后可以来讨论，也许卫生局长到时候假设卓冠廷进议员会，他就会想，为什么买这种疫苗的原因？可是这样子的经验，并不是可能每个人都有办法点出这样子的核心。好，我举个例子，比方各个区大家都在讲说，我要建停车场，要建活动中心。可是我因为以前当过政务官，我知道说，以就是停车场来讲的话，你的停车场管理基金你是怎么运用的？实际上你把人民的纳税钱或是人民停车费，实际是缴到这个基金哦，你怎么用？新北市政府过去几年有没有好好监督？我觉得监管局是简单讲这两个例子。是。那第三个例子我再举一下，比方说我们会讲说新北市过去几年我们编了很多预算，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公园绿地的面积为什么还是在六都最后一名？人均分配到的绿地比不够，那我们到底在未来几年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之后会好好做的一个监督的点。所以简单来说，我过去的角色是政务官，现在转为一个有机会，假设我当选会变成是一个新北市议员。我觉得两边的基础不一样，政务官他来自于民意基础是市长的政务官，市长得到民意之后任命政务官来对市府对人民负责，是议员是我有多少选票作为我的底气，我代表这些人民来监督政府。所以其实昨天侯友宜市长在前几天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只要议员对他好好讲，那他就会做。
那也去夸奖了一些民意代表。嗯，那我其实我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是蛮傻眼的，因为就是民意代表应该要谦卑，嗯，可是谦卑是对人民谦卑，因为投票给你的人民代表他希望你代表他们，嗯，去行使代议事，行使民意代表的职权，可是你只有对一个人不能谦卑，嗯，对你监督的对象不能谦卑，你对市长不能谦卑，嗯，你对市长不能太尊重，嗯，你对局处首长不能太尊重，因为你是代表人民来监督他们。如果你连对他们都谦卑，都对他们都尊重，那谁来代表人民监督他们？嗯，所以我回答金华姐讲的，我觉得最后一个核心是，我有信心，我是当一个权力监督，无论市长是谁，我也很敢讲，林佳龙如果选上市长，我一样监督林佳龙，也是希望我权力监督他，嗯，因为唯有一个健全的监督的议会，才会是市府的防腐剂，嗯，市府知道有人一直盯着他，他才不会贪赃枉法，他才不会掩盖真相，他才会好好真正的好好做事。是是，所以你当然啦，林佳龙市长也是有机会，对不对？因为选票没有开出来，大家不知道，所以未来林佳龙也有可能当新北市的市长，你一样会好好的来去监督他，不会好好的跟他客气，不会。是是，面对自己的一个之前的一个老板，其实既然现在身份是民意代表的话，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监督政府的一个工作。是，我们也期待说，就是未来真的冠廷进入到这个市议会，能够好好的为我们的预算把关，真的不要浪费人民的纳税钱。但是呢，基于我们地方上的一些建设的一个需要，人民福利的需要，还是希望要多多的争取。对，对，那当然现在离这个年底的选战越来越接近了，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哦，我觉得就是最后一里路，然后全力以赴，这个是我的态度。是，但是心情哦，我觉得是感动了，嗯。就是我选举跑到现在400多天，那从一开始故乡当然会有一些朋友就是对我很接受、很认同，有一些朋友是个问号，嗯，甚至觉得说你之前跟地方的连接有没那么深啊？对对。但是当你跑了一年多，嗯，你比别的民代不敢说更认真，但没有比他们不认真，嗯。那你全力以赴，然后无论是地方的活动，或者是站路口，嗯，或者是去菜市场一票一票拜票、握手、递文宣，然后每一个鞠躬、每一个致意，然后开始还没有当民代，就把自己准备好了要当民代的态度显现出来。比方说，像土树山阴地区有一些民代有做，可是很多人反应不够，就是法律咨询服务。冠廷，我找了接近20个年轻的律师，我还没当选议员，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就在我的服务处，从2月份到现在，都在做法律服务，每一个礼拜全部场场爆满。我到今天为止，已经服务123个土树山阴的市民。那这些市民朋友就很感动，觉得说，总冠廷你还没当民代，你就在做服务，这个不是监督，这是服务，这123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本来想要找，可是找不到这样子一个咨询的服务。他们是可能自己遇到了家暴，不知道要怎么寻求协助。他们可能是遇到一个官司被人家告，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人脉或资源去寻求一个法律的咨询。那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另外，我还没有当选，但是我就证明我有监督能力。嗯，我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也提醒了侯友宜市府团队很多事情，也揭发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就是我最主要心情的写照，就是我把我这一年多用勤奋跟努力，我希望感动人民，但是我也希望我呈现出一个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当一个民意代表，然后期盼民众给我机会。嗯，是。那接下来会不会爸爸妈妈啊、慈庸啊，就是大家就全家都动员了啦？其实都已经动起来了，就是说，像因为土树山阴，我刚才讲是全台湾最大的选区，人口最多，所以常常会分身乏术。比方有时候像我去跑莺歌三峡，那刚好慈庸那一天他有在新北，慈庸现在大概时间是一半一半，一半在台中，因为他也是蔡其昌竞选团队的一员，啊，新北是他是我太太，所以他现在7天大概有一半时间在新北，一半时间在台中。那他很辛苦耶。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蛮愿意承担责任的啦，因为台中毕竟他也在那边付出了很多年，那新北是他自己先生在选，那所以比方说我在三峡莺歌跑，他可能就会去树林土城帮我跑。那我的妈妈
苏立学，他最近真的让我很感动。我完全没有要求他做任何事，他主动就是找了很多姐妹姐妹，然后现在英哥的20里，还一里一里挨家挨户的徒步拜访，然后一个一个拜票，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因为其实妈妈也有点年纪了，那但是也不希望给他太多压力，我自己在选，我可以靠自己努力选。啊、但是我看他走得蛮开心的。其实妈妈在地方上的人和本来就很好啊，對對對對對，可能比起爸爸那种比较酷酷的脸，妈妈是跟大家都互动的非常非常好的。他跟金华姐也是好朋友、啊。是啊，是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一人在参选，其实全家人都参与的感觉其实是不错啦。那当然也是帮你来做加分，然后帮你去开拓。一些可能比较不属于你的票源也是有机会的，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接下来我们冠廷哦，真的能够顺利的进入到这个议会，来帮我们土著三鹰，为我们新北市之后来去做服务。没错，谢谢冠廷，谢谢，祝福你，谢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